三号可以滑出。明白。加油，大概起飞。计时起飞。再次走。明白。保持高度。他现在背上东边冲着我来了。东边高位。我拿三级北侧。明白。云中空战特别容易产生错觉，影响飞行安全。根据这些特点，我进行了充足的准备，在空中和僚机的配合也十分默契。这次空战成绩，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